要展示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阿里新村内线上来，车进了啊！不要，距离一点就好了，看你的啊！立功算你们的，快，给世界证明一下，我们中国青年还是可以。王世鹏出手，球进了，球进了！王世鹏击败了斯洛文尼亚。我觉得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幸运。祝贺中国女篮，她们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1891年，詹姆斯·奈史密斯发明了篮球。4年后，篮球传入天津，天津自此成为中国篮球的发源地。当篮球在中国种下种子，传奇的序幕就此拉开。52年，我们国家下决心去参加这个奥运会，要在奥运会的会场上要展这面红旗。我当时确实比较紧张，要展示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当中国篮球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举起五星红旗，篮球成为中国体育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天我国球队上场的将有钱程凯、张福奎、倪宝荣、王立发、刘二柱、张光烈、张锡三、白金申、王义成、杨国庸、何思孙和姜桂明。中国运动员的队伍走过来了。这是杨国庸特有的底线上篮技巧。钱程凯地板传球，杨国庸回手勾进了两分。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当中国篮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篮球的记忆开始在岁月中流淌。我当主教练的时候，连锦标赛俱乐部跟那个全国冠军一共有26个。中国男子篮球队第6次获得了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获得了进军奥运会的入场券。11号郑海霞。李新村内线上篮，球进了啊！球。比赛的节奏还有最后的9秒钟，澳大利亚队犯规了。李新是一瘸一拐的来到了发球线前，发球球进了。但这却是中国女篮在世界大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给世界证明，我们中国球员还是可以。不要给你们，赶紧给我进去一点就好了，看你的啊！中国男子篮球队以78-76战胜了实力相当强的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同时进入了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前8名。当职业联赛在摸索中一点点起步，1995年全国男篮甲级联赛，倒出空子来，刘玉栋找到机会。底座的正面刻有中国篮球至尊鼎和 CBA 联赛总冠军罗作云杯字样。当属于篮球的激情在一次次燃烧中闪亮。好球，王治郅把李新蒙德的球盖掉，好球。王世鹏出手，球进了，球进了！王世鹏击败了斯洛文尼亚，中国队出线了。阿联从后边，安东尼在前边把球摁进去了，真漂亮这球。就进2+1，双方差5分。
当时球馆6000观众对中国男篮的支持，唱这个歌唱祖国，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内心振奋。对，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战士救了中国队。中国男篮第16次获得男篮亚锦赛冠军，直接获得通向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资格。传承着先辈的荣光，坚持着篮球的理想。我们这十几个人是好样，我们为中国女篮传承老一代的这种精神。2018年就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大家都是非常的自豪。暂停，带着机会，好的，打进。我觉得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幸运。王思雨制造了惠特科姆的犯规，命中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祝贺中国女篮，她们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传奇自传承，中国篮球名人堂。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古色古香的建筑，3年前它是天津市的青少年宫，在今天之前它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中国保存最早的室内篮球馆，而在今天之后它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中国篮球博物馆。那么在今天，它会是一座荣耀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把我们大家聚在此地。自1895年篮球运动登陆天津，扩展到整个华夏之后，中国篮球已经走过了128年的壮丽历程。128年，它就像这座城市的地标海河一样波澜壮阔，大家一起攀登过巅峰，一起面对过低谷，一起知难而上，一起踔厉奋发，就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基因，中国篮球人。所以今天这个日子，2023年4月9日，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新的特殊的历史节点，因为在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正式开启，15位由中国篮球协会举荐的特别致敬人物，9位通过提名、推举、终审产生的杰出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一个优秀集体，将正式进入中国篮球名人堂。所以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群贤毕至，高朋满座，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非常想念的荣耀等身的蒋兴权蒋指导到现场。欢迎蒋指导。当年您说输了算您的，立功了算他们的，今天咱们可以保证立功了都算您的。在蒋兴权指导打球执教的初期，据史料可考，那个时候中国篮球还有南北派的迥异风格差别。如果说蒋指导是北派篮球优秀的代表，那么南派的小快灵无疑应该由吴新水指导代表。欢迎吴指导。当年有一句俗话叫做轻伤不下火线，吴指导那是轻伤重伤都不下火线，小快灵归小快灵，作风绝对保证，这一点他81队和国家队的老队友朱家志指导一定最有发言权。欢迎朱指导。
老前辈们把军旅的作风带到了运动队，让中国男篮锻造成一支技术全面、作风过硬的球队。和吴指导、朱指导各做过两届亚锦赛队友，当年的中国男篮老队长黄频杰指导最有发言权，欢迎黄指导。男篮技术全面，作风过硬，那个时代的女篮怎么样？相信张立军指导是最有发言权的，欢迎张立军指导。张立军指导不用语言来表达，四国女篮邀请赛上唯一的感斗奖奖杯属于她，也属于当代的女篮。中国男女篮齐头并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不，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里有一对搭档，从武汉部队打到八一队，再从八一队打到国家队，拆不散的老搭档，以至于他们当时打球的风格，用我的解说前辈宋世雄老师的话，他只能用经济学的一个历史特有名词来解读他们俩，叫得分联产承包责任制。欢迎邝鲁宾指导和郭永林指导。两位今天坐得有点远，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篮球名人堂特有的特权，终于能把他们俩拆散点。两位最终都在八一队和国家队找着了他们的位置。八一队是我们在回溯历史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的军旅梦之队。八一队给国家队输送了很多的人才，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既能在运动员的时候攻城拔寨，也能在教练员的岗位上运筹帷幄。比如说在 CBA 创建八一王朝的王飞指导，欢迎王指导。以及王指导当年所多次提到的那个年轻队员，也是代表过八一队和国家队出战的，当年叫追风少年王治郅，欢迎大志。那个时候外界对大志的评价是他跑得像鹿一样轻而快，所以是追风少年。不但追上了风，还追上了蒋指导所率领的黄金一代，和黄金一代一起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打进了奥运前八。欢迎当时黄金一代的成员胡卫东、刘玉栋。有一句俗话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感恩国家队教练员的同时，大家也都感恩自己的地方队教练。今天刘玉栋在福建的恩师肖光弼指导也来到了现场，欢迎肖指导。每一位优秀的教练员都是桃李满天下，那像蒋指导在他的教练员生涯当中也带出了很多优秀的年轻教练员，比如说像今天在后排就坐的刘铁指导，欢迎您的到来。那么大家听了半天，说你一直在介绍男篮，女篮就介绍了张立军指导，怎么不说说女篮？为什么不提女篮黄金一代？因为女篮的黄金一代出现的确实比较早，1984年中国女篮就已经为我们拿到了一枚奥运铜牌了。欢迎那个时候的中国女篮队长宋小波指导。宋小波指导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级明星了，按那个时候的外电说，美国球星谢里尔米勒也是他的手下败将，但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他有两位年轻的队友日后也会成为世界级明星。我们欢迎郑海霞指导、丛学弟指导。尽管今天的座位排得有点像电影院，但是灯光充足，我们的戏份非常紧凑，丛指导肯定不用担心郑指导再会睡着了。我们开个玩笑，我们继续介绍。那么在两位和宋小波指导一起1984年拿到那块铜牌之后，他们又在巴塞罗那拿到了一枚银牌，而那个时候他们也有三位队友来到了现场，分别是王芳指导、李欣指导以及何军指导。何军指导今天来的有点特殊，因为他是带家属来的，他的家属也有点特殊，是谁？相信篮球界的各位前辈都知道，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率领中国女篮从低谷奋起。欢迎许立民指导。当然，许立民指导还有两位得意门生，他们在去年获得了女篮世界杯的一枚宝贵的银牌，他们是这个屋里年龄最小的两位，但是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欢迎中国女篮韩旭、武彤彤。还有很多领导，还有很多嘉宾，还有很多前辈，我们没有办法在开场的时候一一介绍，但有一点可以供认，各位都是中国篮球一路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这样的时刻，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也发来了致辞，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祝贺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活动的举办。中国篮球名人堂项目是弘扬体育文化、建设篮球人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也为项目文化建设带了个好头。通过致敬中国篮球杰出的功勋，集中挖掘、传承、弘扬中国篮球文化，能够团结凝聚中国篮球人，以榜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引领中国篮球运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篮球运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建设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发挥篮球的力量。入堂仪式是对所有为中国篮球做出突出贡献的入堂人物的铭刻致敬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于讲好中国篮球故事、中国体育故事，凝聚和激励篮球运动参与者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以中国篮球名人堂建设为契机，戮力同行，携手奋进，为振兴中国篮球、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而共同努力。在这里，我要感谢参与和支持名人堂项目建设的各界人士，特别要感谢天津市领导和各有关方面对举办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最后，预祝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感谢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致辞。可能大家更有印象，印象更深刻的是领导后面墙上挂着的那幅字，一起向未来。怎么能够更好的一起向未来？128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座中国篮球名人堂？相信接下来这位嘉宾会给大家答疑解惑。掌声有请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各位篮球界的前辈、老师，还有我们的同事、同仁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个非常激动的日子，说实话，也感谢余佳说那么长时间，让我有时间可以稍微平复一下，特别是看到了前面的那么多的 VCR 之后，我相信大家有同样的感受。今天这样一个场合，看上去地方非常小，地方非常小，但是它和它把它和我们现在大江南北的篮球赛事活动、篮球所受到大家的热爱、篮球参与的人群相比起来，真的印证了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天津市政府领导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体育局为我们能够保留下那么好的一块场地，让我们的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篮球名人堂是篮协几代领导人几代领导人的岁月，从过去每年都评选的最佳运动员、最佳教练员，到非常有影响力的1999年新中国篮球五十杰，到2005年的中国篮球网上纪念堂，一直走到了今天。今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过去几届篮协工作中，老领导们为我们做出的所有的努力，在此表示感谢。就像刚才刘局所说的，一起向未来那幅字符，我们要向前看，但同时我们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谢谢大家。五、四、三、二、一。1895年，篮球运动传入中国，此后100余年发展历程，中国篮球始终没有停止向前迈进的坚实脚步。几代篮球人砥砺前行，接续奋斗，以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探索创新，在历史长河中谱写下一幕幕辉煌篇章。百年奋斗史，精神代代传，诸多传奇前辈筚路蓝缕，建基立业，为中国篮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炬火相传，初心不忘，让我们铭记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张伯苓，杰出的爱国教育家，是中国最早最具影响力的篮球运动推广者之一，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尤其重视体育。在南开学校，张伯苓长期聘请体育教育家董守义在校任教，并担任篮球指导，打造了著名的南开五虎。张伯苓还是最早在中国宣传并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家。1949年之前，中国曾3次参加奥运会，2次都有篮球队的身影，这与张伯苓的积极推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董守义，中国著名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是中国篮球事业的开拓者，有中国篮球之父的美誉。董守义在南开系列学校篮球队执教期间，打造了著名的南开五虎，不但长期称霸全国，还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得胜利。1936年柏林奥运会，篮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董守义作为篮球队指导带队参赛。1952年，董守义又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教练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1956年，董守义当选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宋军富，中国最早的国际裁判之一，新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篮球裁判员之一。1932年，宋军富作为中国唯一一名参赛运动员刘长春的教练，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1959年，宋军富担任我国第一届全运会篮球比赛裁判长。舒红，中国最早的国际级裁判之一，新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篮球裁判员之一。1936年8月14日，中国裁判舒红执法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比赛结束，奈史密斯博士与舒红拥抱致意。1959年，舒红担任第一届全运会篮球比赛副裁判长。唐宝坤，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国家级教练员，81男篮主要创始人之一。学生时代，唐宝坤是知名的南开五虎之一。1951年，
由全军优秀运动员组建的解放军联队，即后来的八一队成立，唐宝坤担任篮球教练。年轻的八一男篮以快速顽强的风格连战皆捷，大获全胜，由默默无闻而被称为当时全国的绝对冠军。从1957年到1964年，八一队连续七届获得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冠军，唐宝坤功不可没。牟作云，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国家级教练员，中国篮球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1952年担任中国男篮主教练，1996年国际篮联向牟作云授予终身荣誉委员称号，同年亚篮联颁发终身荣誉主席证书。2019年3月，牟作云入选国际篮联篮球名人堂，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张子佩，国家级教练员，八一男篮主要创始人之一，前卫队首任教练。1952年，张子佩担任八一男篮教练员，在他和唐宝坤的合作指导下，八一队飞速成长，成为国内篮坛的一支劲旅。1958年，张子佩调至国家队担任教练员，在此期间，中国男篮接连战胜过来访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劲旅，并在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冠军。张常禄，新中国第一批男篮国手之一，国家级教练员，新中国首位员外的篮球教练，中国篮球协会主要领导之一。1952年，作为中国男篮队长的张常禄光荣地担任了中国体育代表团闭幕式旗手。1956年，张常禄调至国家体委裘类司，历任科员、科长、篮球处处长、副司长等职。2001年，国际篮联为表彰张常禄对世界篮球运动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为他颁发了国际篮联最高荣誉奖。于邦基，我国第一批篮球运动健将之一，国家级教练员，解放军篮球标志人物之一，八一男篮首任队长。1951年，于邦基入选八一队和国家队，以队员和教练身份实现了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七连冠伟美称。杨福禄，国家级教练员，是中国女篮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杨福禄和中国女篮以北京女篮的身份留在北京，在此期间，杨福禄率领球队夺得了包括1956年首届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女篮比赛和1959年新中国首届全运会在内的连续5年全国冠军。程世春，新中国第一批男篮国手之一，国家级教练员，北京男篮甲级队首任主教练。1956年，北京男篮甲级队成立，程世春是第一任教练。任教期间，北京男篮获得1956年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冠军。陈文彬，新中国第一批男篮国手之一，中国男篮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1952年，陈文彬作为中国男篮国家队成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席了第15届奥运会。1955年，24岁的陈文彬开始执教中国男篮，成为中国男篮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1977年，陈文彬执教北京男篮。1979年，48岁的陈文彬率领北京队到上海参加火车头杯篮球邀请赛，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白金申，我国著名篮球运动员，新中国第一代国手之一，国家级教练员，北京女篮功勋教练。张光烈、张锡山、白金申、王义成、
杨伯庸。1970年，白金申出任北京女篮主教练。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上，率领北京女篮时隔16年再次夺得全运会冠军。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白金申执教的北京女篮卫冕成功。同年又赢得了全国篮球联赛女篮冠军，实现一年双冠，带领北京女篮重返一流强队行列。钱成海，新中国第一批篮球运动健将之一，国家级教练员，执教期间带领中国男篮确立了亚洲霸主地位。钱成海中投得分，钱成海的过手传球多漂亮啊，又是两分。1961年，钱成海随八一队赴柏林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赛，取得冠军，并获赛会个人优秀奖。1963年，钱成海作为国家队主力，获得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男篮冠军。1972年，他成为男篮国家队主教练。1975年，在钱成海的率领下，中国男篮首次参加亚锦赛，就以全胜的战绩赢得冠军。随后，钱成海作为主教练，率队又接连获得了3次亚锦赛冠军，2次亚运会男篮冠军，确立了中国男篮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国际赛场上，钱成海率队征战了2届奥运会和2次世锦赛，其中1986年世锦赛取得第9名，创造了当时中国男篮的历史最佳成绩。杨伯庸，我国第一批篮球运动健将，国家级教练员，中国篮球协会主要领导之一。中国队一开始就展开了快速的进攻，杨伯庸跳起投中，首开纪录。1980年，杨伯庸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1982年，中国女篮在亚运会夺得金牌。随后，中国女篮在1983年女篮世锦赛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连续2届国际大赛上夺得铜牌，均创造了当时的国际大赛最好成绩。1990年，杨伯庸为调整教练团队的中国男女篮提出一老一少的思路，在蒋兴权、龚鲁明、陈道宏等教练的带领下，中国男篮2次闯进世界前八，中国女篮2次斩获世界第二。1994年，杨伯庸领导召开了全国篮球竞赛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从1995年开始，全国男篮甲级联赛实行主客场跨年度的新赛制，是 CBA 联赛奠基人之一。感谢我们的同行，感谢我们的同事，能够为大家呈现这样一个短片。片子很短，但是每一位前辈都是我们中国篮球的开山泰斗。15位特别致敬人物，这其中已经有12位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再向各位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向大家做一次重新的介绍。他们是张伯苓，曾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最早的宣传者和推动者。舒红，奥运会历史上首次篮球决赛的执法裁判，新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篮球裁判员之一。董守义，南开五虎主教练，1947年便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宋军富，以田径教练、游泳教练、篮球教练身份分别参加1932、1936、19483届奥运会。唐宝坤，南开五虎之一，八一男篮首任教练员，曾获全国篮、排、网、羽4项球类运动大会冠军。牟作云，
国际篮联名人堂成员，新中国首任男篮国家队主教练，曾任中国篮协主席。张子佩，曾任国家男篮主教练，1963年率队获新兴力量运动会男篮冠军。于邦基，81男篮首任队长，以队员教练身份连续7年夺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杨福禄，曾任国家女篮主教练，1963年率队获新兴力量运动会女篮冠军。陈文斌，曾出席1952年奥运会，1955年成为中国男篮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白金申，曾出席1952年奥运会，20世纪70年代率领北京女篮重返一流强队行列。钱成海，长期担任中国男篮主教练，率队获得4届亚锦赛冠军，2届亚运会冠军。虽然这12位前辈已经故去，但在中国篮球人的心中，他们永远都闪耀着。再次向他们致敬。还有3位前辈，我们也要向大家重新介绍一遍。张长禄先生，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闭幕式旗手，长期担任中国篮球掌门人。程世春先生，曾出席1952年奥运会北京男篮首任主教练，1956年率队获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杨波庸先生，曾任中国女篮主教练，率队获得1983年世锦赛铜牌，1984年奥运会铜牌。我们也一并向3位先生致敬。用自己的方式为大家录制了寄语和祝福，让我们通过视频看一看3位前辈究竟会对中国篮球名人堂有什么样的期待，请看大屏幕。参加奥运会呢，最难忘的时候呢，就是我能有机会叫我担任那个旗手，我首先感到的觉得是这个任务很重，当然也很觉得很光荣。大的活动，那么大的场面呢，原来给的任务嘛，就是要首先把这个中国国旗要飘扬在奥林匹克比赛的运动场上。我当时就是第一是觉得很责任很重，咱们出场的时候呢很受欢迎，确实很受欢迎。当旗手对我来讲呢，我就这对我来讲也是终身难忘的啊，终身难忘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我对我自己啊形象要求比较，我头发没梳好，我这个门口都不梳，他就习惯了，我就怕形象问题。我这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我们中国男子大学生篮球队，这就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89月份的时候，在临出发之前2天吧，不知为什么，毛主席直接就奔篮球队来了。这些个大个子说到这儿，总理接上来了。这几个大个子是中国大学生篮球队的，他们来自北京和天津，没想到毛主席兴头来了，从天津可是篮球大岛啊，天津啊有南开五湖啊，
这南开湖五可有点名气啊，你们知道吧？我说我们知道，他们篮球打得好。说到这，周总理操话，天津是中国篮球的故乡，这句话讲的是一点不假。篮球的翻身战啊，就从五六年开始，但是呢，篮球的翻身战的老祖宗是霍龙，霍龙只要一到这里，把小杨，他们只找我叫杨，不用叫小，把他叫来，叫来陪了我，让其他人陪行吗？不行，让他陪，因为他呢，我讲什么他敢说什么，而且呢，他敢说他的观点，他说，我看他这样，所以我们带兵的人，我带这样的兵呢，好。他这个反应比较快，反应比较快，要不你就投篮，啊，三分篮，要不呢你就是过人，啊，跳投，再再一个呢，突破进去分球，就是这样。决定问题啊，不犹豫，绝对不犹豫，任何事情都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不能犹豫。在这么复杂的事物当中，它的妙处妙在运用起来，啊，学习是一大片，用时可是一条线，用的一条线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些问题，让观众啊都傻了，都看呆了，嗯，都惊奇了，这就是篮球的奥妙。这就是篮球吸引观众的地方，出其不意，这个动作非常的突然性。孙子，这是用头脑。篮球这项运动啊，看起来身体是表面的，实际上啊，打的是头脑，打的是意识。我打球我不是宠儿，我练的比他们多啊，我拼的比他们多啊。实际我是打的，我钱登海我们是打的最好的，拼的最厉害，我们是这样拼出来的。你像我这家庭，我的家庭出身，按照现在来讲，我也不是工人家庭，我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平房的时候，我天天早上6点钟出操，5点半我起来去跑步。我说要干就是要拼，你说西南人不行吗？就试试看。我是这样想，还这时候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没有特点就不行。篮球呢，这个水平挺高的，在世界上水平挺高的。像美国篮球那是比较好难对的，还得要中国有中国特点，也要中国特点，没有中国特点就不行。现在篮球。好看，什么易建联呐、周琦呀、这些人都有特点。现在的问题就是继承这名人堂，我理解就是让大家来继承啊，这都是名人嘛，有功勋的，有著作的，这些人来了进名人堂，关键是继承。现在我们的继承啊，可考虑到。这运动发展的方向有问题，我的后代继是他的东西，必须走自己的路。但是呢，我不提我们打世界冠军，中国人怎么能打世界冠军？就是要攀世界水平。非常高兴能够进入的中国篮球的名人堂，很遗憾，因为最近身体啊原因呢、不能够来到现场。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感谢中国篮球协会，感谢各位篮球人，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觉得我最遗憾的，是这一次。
都考虑到我的年龄，我的身体情况，爱护我，让我说你老先生在家里休息吧。现场那个长时间的工作负担，恐怕你承受不了。这是对我的爱护，我理解对我的爱护。当然，我更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和老战友、老同志、老前辈们见个面，哎呦，这个机会丢掉了，实在是遗憾了，这又遗憾。我在此只能说一声，我感谢你们长期来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当然，我更主要的想到的是，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头，中国篮协有多少代人度过了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这个难关，为中国篮球创造了这个发展的条件。但应该不要忘记，中国篮协100年几多少次的几代人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和感谢。感谢三位前辈的热情，能从他们的言谈话语当中听得到当年的刻苦训练，也能听得到现在的单纯和热爱。我们再次向三位前辈表示尊敬，同时也祝他们身体健康。那今天特别致敬人物的家属部分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天津热爱篮球的青少年们为他们呈递入堂信物及名人徽章。下面有请张伯苓先生的后人张元龙先生带领名人徽章，有请。篮坛泰斗张伯苓，以体育人创胜景，胸怀华夏奥运情，赢得身前身后名。感谢张元龙先生，有请您回到嘉宾席休息，谢谢。下面有请张长禄先生的孙女张梦迪女士带领名人徽章。传奇队长张长禄，赫尔辛基擎旗柱，不朽一幕留史书，中国篮球展宏图。感谢张梦迪女士，有请回到嘉宾席。下面我们有请于邦基先生的女儿于贝贝带领名人徽章。佳话传万里，感谢于贝贝女士，有请您回到嘉宾席就坐。下面有请白金先生之子白念恩律师带领名人徽章。初代元勋白金身，统帅京师造一身，演武修文事公亲，鞠躬尽瘁为后人。感谢白念恩先生，有请您回到嘉宾席。接下来我们有请钱成海先生的妻子张晓霞女士带领名人徽章。男篮泰斗钱成海，挥师千里胜世开，虎将如云镇海外，山登绝顶展雄才。再次把掌声献给张晓霞女士，有请张晓霞女士在儿媳高燕女士的搀扶下回到嘉宾席。
感谢各位家属的到来，在我们心中，你们也是中国篮球的一部分。未来，中国篮球协会会将入堂信物寄至各位未到场的前辈家属家中。正因为有各位，中国篮球才能不断传承；正因为有各位，我们的中国篮球名人堂才有立柱之时。中国篮球，感恩有你们。70多年前，张常禄先生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新面貌，那一幕成为永恒的经典，向张老致敬。陈文彬教练为所有年轻教练员树立了一个标杆，他的成就对我们这些年轻教练当属高山仰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宋军富先生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践行以球育人的篮球理念，令人深感钦佩。杨福禄老前辈是中国女篮运动奠基人之一，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国女篮可以一次次向巅峰冲击，离不开前辈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篮球强则中国篮球强。程老对于青少年篮球培养的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几代人都受益匪浅。杨老将中国女篮带到了世界级的高峰，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女篮精神也一直激励我们这些后来人。于邦基先生所具有的无比坚定的领导力，是任何一支球队勇往直前的重要保障。教练工作考验一名篮球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在这方面，张子沛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军师。白金山先生文武双全，他的执教方式融会贯通各类知识，开创了自己独有的执教艺术。张伯苓先生是中国篮球最早的播种者之一，他的贡献犹如燎原星火，光耀后人。钱老开创了中国男篮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中国男篮的发展留下了太多的财富。吴守义先生将中国篮球推上第一个历史高峰，第一次用篮球为国争光，久久流芳。舒鸿先生裁判生涯的传奇经历，是后辈裁判们为之奋斗的梦想，不断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毛泽元先生掌舵中国篮球发展近20年，堪称是新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开拓者。汤宝辉是八一篮球奠基人之一，是我最尊敬的老教练。中国篮球，中国篮球，感谢有您陪伴。传奇自传承，欢迎各位回来。我们刚才重新瞻仰了15位由中国篮协举荐的特别致敬人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逐渐开始重新认识的是9位通过提名、推举、终审的入堂人物以及一个优秀集体。刚才说到的提名、推举、终审过程复杂，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在这里先感谢主办方辛勤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短暂而漫长的过程，请各位看大屏幕。2022年6月30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篮球名人堂举荐活动方案、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举荐计划等内容。根据计划，举荐活动分为提名、推举和终审3个阶段。2022年入堂人数为运动员7名、教练员3名。会议同时决定以特别致敬方式举荐15位中国篮球前辈直接入堂，举荐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50节为优秀集体，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唯一独立见证机构，全程参与举荐活动，对举荐信息进行发放、回收、检查和统计，为活动提供独立专业的见证服务，并出具报告。第一阶段提名：2022年7月18日，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举荐活动第一阶段提名工作全面开启。提名工作由提名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100家篮球相关领域的机构组成，包括中国篮协协会会员36席、职业联赛俱乐部44席、体育高校相关院系6席等。100家提名机构根据被举荐人名录，从500多位被举荐人中提名30位，填入提名表单，并寄送至德勤。8月初，德勤根据回收的提名表单，统计并提交30人提名名单，由中国篮球名人堂委员会公布。第二阶段推举：8月中旬，第二阶段推举工作全面启动。推举委员会由500位篮球各领域人士组成，每名委员从30人提名名单中举荐16人填入推举表单，并寄送至德勤。推举工作历时1个多月时间，德勤根据回收的推举表单，统计并提交16人推举名单，由中国篮球名人堂委员会公布。第三阶段终审：11月27日，第三阶段终审工作启动。终审委员会在推举名单基础上举荐产生入堂名单，13位终审委员由在中国篮球界享有较高威望，长期从事篮球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资深人士担任。根据终审规则，每位被举荐人需要至少得到2/3以上终审委员举荐，才可以获得入堂资格。终审委员会最终确定了9人入堂名单。12月20日，中国篮协名人堂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定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9位举荐入堂人物，他们与15位特别致敬人物以及优秀集体、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50节共同进入中国篮球名人堂。9位举荐入堂人物是：杰出运动员穆铁柱、胡卫东、刘玉栋、王治郅、宋小波、从学弟郑海霞、教练员蒋兴权、许立民。大家看到舞台上有了点变化，没错，9位今天的入堂人物将逐一亮相。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对于他来说，198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抵达洛杉矶奥运会现场，入住奥运村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前辈要比我明白得多，对，升国旗。谁来升的国旗？正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女篮那位国际级巨星，没错，队长宋小波，请看大屏幕。宋小波，著名女子篮球运动员，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女篮标志性人物，多次为中国女篮实现成绩上的突破。世锦赛第3名和奥运会铜牌获得者。1976年，宋小波入选中国女篮国家队，11月参加女篮亚锦赛，中国队首次参加该项赛事即夺得冠军，将此前的亚洲女篮霸主韩国队挑落马下，这也是中国女篮的第一个亚洲大赛冠军。作为女篮队长的宋小波做出了突出贡献。球这跳上不太控球，看玩，好球！赵波虽然自己没有投，但是这球他射中的很好。中国女篮首先在1983年女篮世锦赛上实现历史性突破，获得了第3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宋小波作风顽强，勇于拼搏，率领中国女篮拿下1枚铜牌。1984年10月。女篮亚锦赛之后，宋小波退役。由于奥运成绩突出，宋小波随中国女篮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包括全国新长征突击手、38红旗手、
三等军功奖章、体育运动一级奖章等。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宋晓波。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代表，代表中国篮协为宋晓波女士呈递名人徽章。有请宋指导。刚才看了太多的前辈短片啊，这个心情还不能平复啊。作为运动员啊，我记得就是我每次在入场之前呢，我都要看看这个看台上有多少观众。这个观众越多呢，我越兴奋啊，不用准备活动，我已经就激情四射了。所以呢，今天来到名人堂，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非常温馨，像个篮球的大家庭。所以呢，我有很多的心里话呢想说，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啊，说不了太多。大家好，我是宋晓波。有人问我，作为本次名人堂第一位登台的嘉宾，你有什么感想？与其说感想，倒不如说感谢。在这美妙的时刻，感谢名人堂给我的无上荣耀。虽然我离开篮球场很多年，但是我依然没有忘记在场上的每一时刻。我很荣幸，当年我和我的队友一起创造了中国女篮的两次辉煌。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我们获得的铜牌。在那届锦标赛上呢，我是入选了世界最佳阵容，也入选了最佳得分手的称号。谢谢。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这也是我们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中国女篮再次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大家还记得吧？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这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女篮的荣耀。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我记得当年柳青1.90米的大个，见球就抢，尤其地板球，地板砸得光光的，要是我早就受伤了。小丛呢，虽然到国家队晚了一点，但是呢训练非常刻苦，也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海霞呢，当然很年轻。我记得呢，那时候海霞作为年轻队员呢，经常到我的房间去看有什么好的东西，见好东西就抢。我还记得呢。在男篮，我是长辈，王菲啊，现在都叫我阿姨。我问王菲，我说的这个是从哪儿论起呢？是你跟着姚明叫吗？他说不是，是尊重。行，我接了。大致呢，我和你母亲曾是北京队的队友，那个时候我记得你妈妈接送你呢，都是啊，你坐自行车上，那时候你才8-9岁。现在呢，已经是篮球巨星，和我一起走进了名人堂。
还有姚明，第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是在你们家，我记得你才5岁啊，这么高。没想到你后来成为了小巨人，征服了世界篮坛。其实我今天特别想感谢是你的母亲方凤娣大姐。记得1976年我刚17岁的时候入选国家队，在出国之前我胃出血4个加号很严重，那个时候我记得方大姐楼上楼下的跑给我拿化验单去食堂打饭，我非常感谢。我觉得呢，照顾得无微不至，才让我呢有机会就没有错过第一次出国。直到方凤娣大姐退役，我们一直还有书信来往，记得她一直在鼓励我、鞭策我，让我做得更好，就像我亲姐姐一样。姚明，希望你把我的感谢带给你母亲。我要感谢已故的启蒙教练陈美红和已故的北京队鼎鼎有名的白金山指导，他们的教导影响我的一生。白指导让我意识到打篮球还要有大智慧。我至今还记得你把孙子兵法带上球场，屡屡用军事战力、心理学理论指导比赛、疏导队员，你制定的瞒天过海的打一战术也成为了我们长胜的绝招。我们中国篮球运动员不但有拼搏精神，更要有智慧的头脑。感谢杨伯庸指导，您的严格锤炼了我不服输的精神，能让我在决赛决定胜负的那一刻坚定投篮信念，并让我成为队里的领头人。感谢北京队、国家队的队友们，我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你们的鼎力相助。感谢所有的球迷和媒体朋友们，你们对中国篮球的真诚和热爱给了我3届全国十佳运动员的称号。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你们不仅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篮球，还给了我爱上篮球的基因。感谢我的父亲一手造成我的性格，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我父亲曾对我说，年轻人要有点火气，不怕犯错误，但要知错就改。父亲的引导造就了我敢去面对挫折的性格。最后我必须真诚地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感谢名人堂给予我的荣誉。天边光景一时新，未来属于年轻人。我希望以后有更多已经为篮球做过贡献，未来要给篮球做贡献的人可以走进名人堂。真诚祝愿更多人关注名人堂，更多优秀中国篮球人加入名人堂。谢谢大家，我是宋晓波。这一段铿锵有力的话语似乎给我们营造了一个中国篮球的大家谱，我们也能回顾那段豪迈的征程。谢谢宋指导，哦不，宋阿姨。大家刚才注意到我们会有2个细节，也是刚才宋指导首先接受了来自天津热爱篮球的青少年代表中国篮协所颁发的名人徽章，还有一份是他的演讲文稿。那在这里我代表主办方再次跟各位强调，也是跟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强调，中国篮球名人堂每一位入堂人物的演讲文稿都将由入堂人物亲笔签名，并与文件夹一同作为历史实物，未来收藏于中国篮球博物馆中。
这也是我们中国篮球名人堂特别的设计。李克敏局长鼓掌鼓得最响。另外一点，由我们天津的青少年为入堂人物成立名人徽章，也是我们中国篮球名人堂的特别设计和安排。我们希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由中国篮球的未来去见证历史，见证传奇，感受沉甸甸的荣誉，让传奇自传承不仅限于一句口号，让中国篮球的新生代拥有传承历史的意识、勇气和责任感，从中国篮球名人堂当中汲取力量，不断奋进。我们的名人堂入堂仪式继续进行，刚才说到了升旗，中国女篮跑在了前面，那么中国男篮怎么样呢？中国男篮没有落后，虽然我们没提升旗，但我们有举旗啊。中国代表团登上国际大型综合性赛事的舞台，中国男篮举旗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着。那我们的本届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当中就有这样一位，他是中国首位在连续两届奥运会当中担任代表团旗手、开幕式代表团旗手的运动员，他就是被称为战神的刘玉栋。刘玉栋，中国奥运史上第一位连续担任两届旗手的运动员。中国体育代表团高举五星红旗，精神抖擞的阔步入场。全世界眼睛都盯着中国代表团在看，当时的这种感觉，我作为中国人非常骄傲。好像出队十一号，刚刚换上的十一号是刘玉栋，在外围三分投篮球进了。他跟随中国男篮，先后在世锦赛、奥运会斩获历史最好成绩。他是联赛初期帮助八一男篮豪取六连冠的内线支柱，四次全运会冠军，七届 CBA 联赛冠军。刘玉栋举起了总冠军的奖杯，好球！关键时刻刘玉栋啊，真是弹无虚发。刘玉栋，刘玉栋再投。那么我们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去丢掉这个冠军，唯一让我能够欣赏就这个骨头，因为这个代表着意志品质和对篮球的执着。铁血军魂铸就坚韧锋芒，每当后辈举起那座荣誉奖杯，他的过往荡开传承的力量。他是战神刘玉栋。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刘玉栋。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中国篮协为刘玉栋呈递名人徽章。好，有请刘玉栋。刚才宋指导说，他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旗手。很巧，我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开幕式旗手。但宋指导说，他从年胎里就打球，天赋满满。而我，三分球不如胡卫东，脚步不如龚小兵，扣篮不如王治郅。但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靠的是我老朋友，石块碎骨。他见证了我的荣耀和遗憾。巧合的是，这个荣耀和遗憾，和一支队伍，和一个人有中抢前的最后一秒，我用远投三分绝杀上海队，夺得冠军。我至今还记得，
姚明把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的画面。CBA 2001至2002赛季常规赛最后一场，我在姚明的还手下拿下51分，并终结了上海队的22连胜。但是在这个赛季总决赛第四场，同样是中场前的最后一秒，上海队的补篮成功夺得这个赛季总冠军，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不过上海队夺冠后，这个姚明你拍我肩膀说，老刘我恨死你了，虽然我拿了冠军，但最有价的球员被你夺去了。我想你该恨死我膝盖，因为这么脆弱又这么坚强，老伙计。我还记得在国家青年队训练膝盖受伤，为了进入国家队我隐瞒了这件事，不知道蒋指导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我想要在国家队有一席之地，努力是我唯一的出路。胡一东练习1000次，我练习比他次数还要多，这包括实心球。胡一东练习卧推100公斤，我必须150公斤。我是内线，体重大，对抗多，受伤是难免的。我还记得起初睡谷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应该是2003赛季总决赛最后一场比赛，全场都知道我膝盖里已经蹲不下去了，如果一发力就记得疼痛。那场比赛结束后，医生用针扎了我的膝盖，里面混合着脓血的液体一下子喷射出来，我自己都想不到膝盖里竟然能起出这10块骨头。疼痛成了我的习惯，但我对篮球的热爱让我忘记了伤病。回归我的篮球生涯，我要感谢人太多。首先是我的启蒙教练蔡文秀指导，我15岁开始学篮球，第一次走入篮球场，连运球都不会，拿着球傻乎乎的，不知道怎么练。是你手把手教我摆臂、三步跳、跑跳、运球等，还有德高望重的肖指导、肖光碧指导，经常在训练后单独给我开小灶。也是你把我介绍南京部队，这才有了我后面加入八一队、入选国家队的经历。今天成为了今天的刘一栋，不知道肖指导还记得当年我总是向你借自行车，这个不是我借的，是队友们为了谈恋爱方便，因为你家自行车大，所以说这个坐在后面舒服，是他们不敢跟你借，知道咱俩关系不错，所以总是在求我。我也是成为队里最受欢迎的人。能够进入名人堂是我对篮球生涯的最大肯定。作为球员，我把努力两个字做到了极致。本来啊，连体校都进不去的这身体条件，现完全成为了 CBA 10年最佳球员。最后我想对年轻运动员说，天赋有高低，但努力无极限。谢谢大家，我是刘一栋。好，有请刘一栋携带演讲文稿和名人徽章坐坐。看来真是只求努力不计荣誉的人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邀请了两位入堂的前辈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动人，离我们可能很久远，但由于他们生动的讲述又离我们很近了。今天听了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线索，比如以时间为线索，1895年是时间开始的点，那么后面我们还看到了1952年、1984年、1996年，篮球从这里登陆传遍华夏，那么天津一定是中国篮球的原点，
也是这里孕育了中国篮球。接下来再次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短片，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篮球的故乡天津。百年历史看天津。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天津饱经风雨。当时的天津是中国金融中心以及外交、经济、航运中心。由此可见，篮球能从天津传入中国，与近代天津的社会发展及当时各学校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有密切关系。说到篮球，天津青年会是绕不开的话题。1895年末，来自北美的外籍干事来惠理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当天还组织了一场篮球表演，这标志着篮球正式传入中国。1896年1月4日出版的天津青年会公报第一次提到篮球，强调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提到如果不做大量的户外运动，没有一个学生能坚持这日复一日的学习，有了这些体育运动，大脑才能更好的工作。你玩过篮球吗？来加入我们的篮球运动吧。1913年5月23日，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新楼房在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奠基兴建。在其主体建筑中，建有我国现存最早室内篮球馆，篮球也成为一种全天候的运动。在中国篮球史上，有一个不能不提起的名字，董守义。他对于中国篮球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一手打造的南开五虎至今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被称为中国篮球之父。正是因为他的训练，才造就了名震全国的南开五虎。如今在南开大学的校内仍有一条纪念南开五虎的五虎路。时至今日，每一名走在这条路上的南开学子仍能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厚重的篮球历史气息。1925年，王希良、李国琛、魏鹏云领头组建篮球队，加上唐宝坤和刘建长，经由篮球之父一手打造，南开五虎横空出世。短短数年时间，南开队战绩显赫，一度打遍国内无敌手。当时南开的篮球代表着天津篮球，而天津篮球也代表着中国篮球的最高水平。在南开中学的纪念馆内，则收藏着许多关于南开五虎的纪念文物，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记载着属于南开篮球以及天津篮球的过去辉煌。天津作为中国篮球运动的发祥地，职业化以前，天津培育的国手在全国位列前茅，国家队教练员全国最多，为部队兄弟省市输送优秀选手全国首屈一指。感谢天津，感谢天津荣钢俱乐部为我们提供的视频。在这里呢，代表主办方要借这段视频再和各位前辈回顾一下，我们在15位特别致敬人物当中，有7位生于天津或长期在天津工作生活的前辈。那在这个环节，我们再次向他们致敬。他们分别是张伯苓先生、董守义先生、唐宝坤先生、牟作云先生、张长禄先生、程世春先生和白金申先生。提起第一位，我们要先跟大家调一次书包。70多年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曾经合写过一首诗歌，其中有几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天津，他把臭水沟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这说的正是张伯苓先生。他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一直倡导体育教育，可以跟大家用数字感受一下。在当时，南开在校生不过千余人，却拥有15个篮球场、17个网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田径场。这是让现在的孩子们以及孩子的家长们都羡慕的体育教育条件。也正是由于他的倡导，我们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名号。对，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术说，这叫超级大 IP。 没错，南开五虎。南开五虎的发掘者，他们的创始人，他们的主教练，正是中国篮协首任主席董守义先生。1936年，董先生参与了奥运篮球队的选拔，因为那一次篮球正式成为奥运比赛项目，选出的这支篮球队还去到了现场。但这比不上他老人家经历的更难忘的一次，那就是1952年，他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帮助新中国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致敬。董先生手下南开五虎头虎就是唐宝坤先生。唐宝坤先生在校期间，篮球技术是征服了所有人。那么在当时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学校迁到了昆明。当时有一件很让他意外的事情，就是有人找到他说要开发一款唐宝坤篮球。但没有让这位想到的是，唐宝坤先生断然拒绝。他认为国难当头，篮球应该是提升大家心智的运动，而绝不应该和利益挂钩。所以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同僚这样评价：神州南开一虎将，篮坛韩氏两秀峰。那么唐宝坤先生作为八一队的虎将，那尽人皆知。在抗战迁往昆明期间，还有一位老前辈也在云南为中国篮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谁呢？他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敬仰的牟作云先生。值得一提的是，牟作云先生正是出生于天津武清。牟先生带着他的篮球技艺到了云南，第一件事就是教当地的孩子们打篮球。当地的孩子们那个时候甚至不会过顶传球，牟先生就耐心地教他们，最后留下了头顶传球这样的一份记忆，那边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顶上开花。让牟作云先生被大家所知晓的，当然不是顶上开花，而是那个闻名遐迩的体训班。1951年，牟作云先生离开清华大学创办体训班，这可是从零到一白手起家的过程。他不但要开拓场地，还要去请工人，还要去设计，用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小品里的一句话，那叫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呀。甚至连运动员的食宿和起居都得要他来安排。当然他的努力绝对没有白费，比如说他的体训班里就有大家马上要听到的两个名字。我们先说一个，我们中国篮球曾经的掌门人，刚才大家都看到的张长禄先生。张长禄先生的职业生涯辉煌不计其数，我们仅举一例，就是什么呢？就是三分球。在国际篮联，他曾经提出你们这样测算三分线不科学。那个时候国际篮联是从篮脖子往出量，三分线经常不准确。张先生说，你们应该从篮筐的圆心往出量，这样最准确。最终国际篮联采纳了这个意见建议。而此后他掌舵中国篮协期间，更是在1982年就把三分球引入了中国篮球的比赛项目。那这不就产生了三分女王聪学弟，知道吗？我们那么多的三分高手，
都应该感谢张常禄先生。那张常禄先生的好朋友，刚才大家也看到了，程世春先生。程先生特别喜欢身体锻炼，而且他经常能开动脑筋，从身边的生活特点上去发掘训练方式。比如说他看见别人投标枪，他能研究出后撤步跳投。比如说他能够根据农民干农活研究出腰腹力量的锻炼。总之他是一个全项目的体育爱好者，由于这些事情，他整个篮球生涯一点伤都没受。他的技能非常的全面，田径里的大部分田赛他都可以。除了这些，还有排球、足球，甚至冰雪项目，这是我们全运动的先驱。我们仅举他当年同窗评价的一段词来和大家分享。这位同窗评价程世春先生，生于北国，有燕赵之风，慷慨激昂，具大丈夫气，待人诚恳和气，不屈不挠，做事负责认真，全始全终。体育成绩出类拔萃，体育道德鹤立鸡群，篮球技术炉火纯青，现校队之长，并乃金队中流砥柱，前途光明，真不愧国手也。说过了程世春先生，我们要提到体训班的另外一位高手，那就是刚才宋小波指导提到过的白金申先生。白金申先生多才多艺，咱们要先说篮球对他老人家不公平。他四年级的时候就读完了所有四大名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果现场有当时观看中央电视台 CBA 转播的前辈和朋友，一定会很熟悉他当时作为嘉宾的解说，特别是2000至2001赛季当时的揭幕战军户争霸，坐在那里的姚明面对坐在那里的王治郅投出一记三分球，白先生用他独特的嗓音说，这个三分球真了不得，这是功成为下，功心为上。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热心的观众都打来电话，他们最大的评价是，没想到单田芳先生解说篮球这么好啊。白先生博览群书，他当时在篮球赛场上经常能创造很多的顺口溜。今天这样，我这儿说了半天了，我们让他的学生宋小波这儿宋阿姨来复述当时的一个顺口溜。不长啊，我就给您开个头，攻联防怎么办？攻联防靠打快攻，立足未稳往里冲，还有很多啊。时隔这么多年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感谢宋指导。我们刚才跟大家陈述了很多前辈的故事，也间断的能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篮球从零到一的不易。再次跟各位强调的就是，中国篮球的基石靠他们这些前辈在助力着、推动着中国篮球的不断发展。七位篮球前辈的故事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这块篮球圣地瑰丽的色彩。如果用石星的话说，天津应该就是中国篮球发展的乡愁，天津应该就是中国篮球成长的家风。感谢天津孕育了中国篮球的发展，也感谢天津打造了中国篮球的栋梁。谢谢天津。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入堂仪式继续。那么接下来这位入堂的成员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男篮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巨星，他具备所有让人激动的品质，高大
威猛、沉稳、低调。正是他让中国篮球站到了世界强队的舞台上，也正是他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篮球。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又一位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穆铁柱指导。提到穆铁柱指导，我们在能找到的音像资料里看到过王治郅的评价，也看到过姚明的评价。王治郅进八一青年队的时候，穆铁柱指导刚刚当教练没多久，而我们能找到的音像资料，姚明会用仰视、仰望、偶像来这样点评这位前辈。我们可以略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重温一下穆铁柱指导生前的一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是农民的孩子，那么当时他因为干农活而驼背，当他从一些朋友那里知道并没有确认如果挺直自己还能再高五公分，他在宿舍睡觉的时候要把枕头垫在腰下，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脊梁再直，让自己再高，让自己能为中国篮球做更多的贡献。那除此之外，他入队的时候听说在篮球场上打赢了，只要谁家打赢了就奏谁家的国歌，升谁家的国旗，那么这就成为了他打篮球之后一直的梦想和目标。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资料库里能够找到的他最为自豪的就是1978年曼谷亚运会，当时他们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我们可以复述一下穆铁柱指导当年的话，他说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我们都哭了，激动啊，高兴啊，特别是看到现场那么多华侨都失声痛哭，那场面是整个稀里哗啦。斗转星移，时光渐远，穆铁柱指导已经于2008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成就会永远铭刻在中国篮球的历史上，穆铁柱的精神会永远伴随中国篮球。恳请各位，我们一起把掌声献给在天堂的穆铁柱指导，祝贺穆铁柱指导进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今天穆铁柱指导的儿子穆童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有请穆童登台。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代表将名人徽章赠予穆童先生。再次感谢穆童先生，有请回到嘉宾席落座。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重温穆铁柱指导的光辉岁月。穆铁柱，1949年6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东陵县，1968年进入山东省体工大队，1970年进入黄石篮球队，1972年加入济南军区篮球队，1973年进入八一队。1977年，身高达到2.28米的穆铁柱入选国家队，成为中国男篮有史以来最高的国家队球员。在代表中国男篮参赛期间，帮助中国队在20世纪70-80年代称霸亚洲，开启了中国男篮高大中锋的传统，在中国现代篮球运动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现在八一队断了球，八一队断球以后直接利用长传，把这盯穆铁柱晃了一下。后来进了。1988年退役后的穆铁柱担任八一队教练员，直到2000年从八一队退休。在运动员期间，穆铁柱获得过4届亚锦赛冠军，1978年亚运会冠军，1981年亚洲俱乐部篮球锦标赛冠军，3次全运会冠军和5次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冠军。1999年。穆铁柱荣膺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2008年9月14日，穆铁柱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去世，
享年59岁。在穆铁柱指导走上教练员岗位3年之后，八一青年队来了一个小伙子，他当时给所有他的前辈、他的教练员们最大的第一感觉就是瘦，特别瘦。但是这个瘦瘦的小伙子又能跑又能跳，跑是说他的身体机能好，跳是他很快完成了3级跳。他先是2年就从八一青年队到了八一成年队，结果用了1年就从八一队进到了国家队。他在篮球场上这一个3级跳就服役了很多年，直到37岁才退役。但就到37岁退役的时候，大家还是管他叫追风少年。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王治郅。王治郅作为国家男篮队员，为中国男篮获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8名的历史最佳成绩做出重要贡献。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王治郅场均得到全队第二高的11.1分和全队最高的5.6个篮板。在亚洲篮球的赛场上，他还获得过1995年、1999年、2001年和2011年4次亚锦赛冠军，1998年、2006年和2010年3次亚运会冠军。2010年广州亚运会，他在决赛中砍下20分，率队夺冠。颁奖后，队员们将金牌如数挂在他的身上。他也是八一男篮代表人物之一。在1991年进入八一青年队后，他在 CBA 联赛获得1996年至2001年以及2007年一共7次总冠军，1次常规赛 MVP， 2次总决赛 MVP。他退役时以852次盖帽名列 CBA 历史盖帽榜榜首，是 CBA 联赛最杰出的球星之一。接下来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王治郅。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中国篮协为王治郅呈递名人徽章。好，有请王治郅。大家好，我是你们口中的追风少年王治郅。其实我是也是只是给想给大家说一些我的篮球故事。或许是从7岁那年的炎热的夏天，或许是独自去工体的训练场，也许就是小时候观看父母的篮球比赛。还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因为小时候确实长得太高了，然后14岁就穿52码的鞋。所以说那时候为什么打球，是因为没有鞋穿。然后当时给我要了一双鞋，后来知道是海霞大姐的。然后再后来一问，说大姚也要了一双鞋，也是海霞大姐的。那时候后来有一次跟吃饭，然后就跟海霞大姐说，感谢海霞大姐成就了我们两个的篮球梦想，只有打好球才有鞋穿。16岁的时候进了国家青年队，然后跟着龚指导一起打了那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17岁蒋指导带我去了汉城，打了那年的亚洲锦标赛。那一年有两个亚洲队的名额参加奥运会，那是因为94年我们第一次打进了世界8强，国际篮联给了亚洲2个名额，所以那时候亚篮联一开会的时候，首先表彰中国男篮对亚洲篮球的贡献。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好的这个东西能够继续传承。九六年
龚指导带我去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对阿根廷打得不好，怎么篮下怎么也打不进，然后还老犯规，但最后有一个关键的球打进了。赛后过了很多年，我问龚指导，我说你为什么把宝压在了一个19岁的孩子身上？因为那场球直接决定奥运会出现的名额。您说是因为你看到了努力，看到我的努力，所以我现在的人生的一个座右铭就是：我们只相信努力。要我投资，我只投资汗水。一路追风也是和优秀者的同行。网上说我的脚步都是和龚小斌教的，今天我郑重声明，你们说的对。我那时候天天下课和他一打一，然后学了不少东西。现在他的技术特点我还印在我的脑子里：左手习惯突破，右手习惯运球急停跳投。但是有些技术是学不了的，比如说胡卫东，他的那个三分篮确实很准，但是他可是高度近视。然后我就问老胡，我说你这个近视眼也不戴眼镜，怎么能投得那么准呢？他说他戴上眼镜的时候看框这么大，但不戴眼镜的时候看框这么大，所以说随便一扔就进了。有愿意跟我打的，也有不愿意跟我打的。老刘就不怎么愿意跟我打，那个时候一打一我也打不过他，他身体好啊，然后每次给我撞得一了歪斜的，但是打完了以后他就笑笑就走了。吴指导就跟我说，打篮球啊还是靠身体，你看你身体太吃亏了，对吧？但是当我是成为老运动员的时候，我去欺负那些年轻队员的时候，吴指导又说了，说篮球不能光靠身体，还是需要一些技术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教练员这话都是两边说的啊。邝二老师，我进入八一队青年队的教练，第一任教练，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不管从国家队到青年队到国家队，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您一定在我的身边，帮我恢复，帮我指导，帮我找回我的状态。王飞，王指导，您是我的启蒙教练，在八一队那么长时间了，我记得有一场球打浙江，就是面对于乐平，然后王指导说你可以拉出来投个三分嘛，我说我没有投三分这个能力。王指导说他也出不来，你就练练吧，对吧？结果就把我这个三分投射的能力练出来了，结果现在成了篮球的主流了，所有队员都能拉出来投三分了。还有就是阿迪江二导，从小跟我住一屋，当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条件好不一定能练得出来，所以说让我们从小的努力，包括后来我生病住院，他的家属迪里诺尔还给我送抓饭，去和田玩，他每次都让他的家人陪着我，包括我的职业生涯最后一场球的那一个助攻是小阿给我助攻的。2006年多哈亚运会，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当时大姚也在 NBA 也回不来，然后我们就面对杜闹主卡塔尔队，当时一进场几千面手鼓同时响起，那个场面用一句话就是相当震撼啊。但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最累的时候，场上就播放了一首中文歌曲，我心想旋转跳跃永不停歇，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除了体育，音乐也可以给人们一种神奇的力量。然后突然我就觉得下半场不怎么累了，然后几乎打满了全场，然后赢下了那场比赛。我很享受追风的过程。2010年广州亚运会，所有队员把金牌都挂在我脖子上，确实很沉。当时我感觉到他们作为一名老队员，我感觉到这是队友对我的信任和给我的至高荣誉。时间像风一样，我为篮球一直在拼搏。在我篮球生涯第25个年头，我选择了退役。退役的时候，队友们又帮我带起了16枚金牌，代表我职业生涯的16个时刻。龚指导说，希望我的篮球生涯
永不退役。感谢我们八一队老教练吴指导、吴新水指导，您是全国十佳运动员。当我2018年接到八一队主教练的任命的时候，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您就以76岁的高龄一直一口答应在我的身边。只要您坐在我的身边，我就感觉到非常的稳定，而且一直陪我们坚持到了12月30号队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感谢蒋指导，您作为教练的时候总是以身作则，您要求队员的您首先做到。我记得有一次在南昌那个碰到了您，我就问您一个问题，我说蒋指导，这个新队员怎么用啊，老失误。蒋指导给我来了一句，老队员不失误吗？当时我一下就明白了，一下有信心大胆使用年轻队员，结果那天晚上还不好意思还把你们给赢了。篮球场上篮球的道路对我而言，时间只不过是考验，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谢谢大家，我是永远追风依然少年的王治郅。好，感谢王治郅，有请将名人徽章和演讲文稿带回嘉宾席，谢谢。这是我第一次，职业生涯第一次见到名人堂演讲还有配乐的呢，谢谢志哥。刚才入堂的两位穆铁柱指导和王治郅指导都是八一男篮的旗帜，他们无论在运动员岗位还是教练员岗位都做出了自己的成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代表主办方和大家一起再回忆几位特别致敬人物当中的名帅。首先肯定要说的是中国篮球，特别是中国男篮战术的发起者陈文彬指导。说到陈文彬指导，我们能查到他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少帅，另外一个叫做篮坛秀才。大家一听肯定陈指导是很儒雅的状态，但是他也有凶狠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这一点呢，今天没到现场的杨伯庸指导是最清楚的。当时是在1956年，中国男篮走访波兰，那个时候杨伯庸指导已经是队里的明星了，经常因为自己单打独斗，还和球队的队友拌嘴。陈文彬指导发现了这件事，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特别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只要不传球，就把他马上换下。让他坐在场边看队友在没有他的时候是打得怎么团结的。这胜于千言万语，杨伯庸指导马上明白了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而且在那之后的1959年，中国男篮连克劲敌，达到了东欧强队的水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谁？陈文彬指导两大得意门生，除了杨伯庸指导，那就是钱成海指导。钱成海指导大家一听也都是如帅做派，可钱指导也有他严厉的一面，这一点今天没到场的王立斌指导会心中有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当时中国男篮对阵法国队，本认为这是能赢下的一场球，但是上半场王立斌指导状态糟透了，于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钱成海指导罕见的严厉的批评了他的爱将。他当时甚至说，我现在要求你带球撞人也得跟对方干。最终中国男篮拿下了返回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后的首场胜利。当然这只是钱指导严厉的一面，在赢球之后他主动当着大家伙给王立斌道歉，让王立斌惊得说不出来话。可别小看这一点，钱指导在生活中在场下那是非常有名的好脾气。今天他的爱人我们尊敬的张奶奶也到了现场，钱指导家里家外一把手，被称为模范丈夫。那时候邻里之间，我们体育局的各位同事各位领导给张奶奶也起了一个外号，张奶奶您能告诉我当时管您叫什么吗？模范丈夫。模范丈夫是钱指导，那管您叫什么？他们管您叫什么？
他叫我啊，叫我，嗯，福太太。哎，管张奶奶叫福太太，有福的太太。好，咱们接着说。那说过了陈文斌指导，说过了钱正海指导，我们肯定还要提这军中的军师之称的沛公张子沛指导。那张子沛指导所经历的比赛很多，最经典的应该是1979年。1979年来了一支美国大学生明星队，点名要跟当时的八一队比赛，那两场比赛打得扣人心弦。不过有印象的朋友肯定会想到，一开始啊，只要求打一场比赛，为什么会变成两场比赛？今天还有一位亲历者到了现场，这就是我们的吴新水指导。咱们简单的让当事人来给我们回述一下。来，吴指导，当时说本来说打一场球，怎么就变成两场球？当时美国队输完了以后，就提出来以后想还打一场球。当时因为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就答应了再打第二场球。好，那么输急了，想扳回点面子啊，那要扳回一场。那么您那个时候的状态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第一场就打完了这个十字球子脚，我伤了。哦，您伤了啊？我崴脚了。那个莫铁柱呢？因为40分钟打下来，体力消耗很大，也接受不了了。下一场就，当时后来那个，出现了两种意见，因为这是临时决定的要打第二场，美方提出来，所以我们就提出来有两种意见，一个就是打，一个就是不打。明白。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要打呢，可能就不用八一队的名义打，用八一二队名义，或者用驻京部队的名义打，反正我们八一队赢一场了，就不想再输第二。是这样，最后决定了以后，不管怎么样，中国人要争这口气，咱不能丢这个人。还是继续用八一队的名义打，是这么回事。好，感谢吴指导，有请您就座。非常感谢吴指导，高龄还把那天的比赛记得是清清楚楚。吴指导跟大家讲的是目前的故事，那么最终为什么会决定要打这第二场比赛？因为熟读孙子兵法的张子沛指导说，军法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打了一场球了，我们是既知己又知彼，对方输了一场球，现在我们吴指导、穆指导可能都不能用全力出战，对方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所以我们出其不意一定能够大获全胜。果不其然，两场比赛都是险胜，向我们篮球场上的谋略家、军事家致敬。军旅球队不但有军师，还有元帅，接下来应该跟大家分享的自然是余邦基指导。那余邦基指导的绰号大家都知道，是篮球元帅，这是贺龙元帅起的。贺龙元帅当时的原话是，我们有十大元帅，你就应该是篮球元帅。这个响亮的绰号不胫而走。那篮球元帅给中国篮球献上的最大的一份大礼是什么？正是穆铁柱指导。当时穆指导想要加入篮球队，基本功差，底子又薄，没有人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麾下，只有余邦基指导说，你给我一些时间，只要你肯练。那么穆铁柱指导就在余邦基指导的严格调教下，一点一滴的进步，投入的训练，最后终成中国篮球的栋梁。那么在这里，我们应该对四位篮球的名帅陈文斌指导、钱程海指导、张子沛指导以及余邦基指导献上我们的敬意，谢谢。
好，我们的入堂仪式继续，接下来就要把目光再度回转到中国女篮了。刚才我们在前导的时候一直在交流中国女篮，出现成绩也早，出现巨星也早。那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奥运会和世锦赛上两枚银牌两枚铜牌。巧了，这位入堂人物这四枚奖牌他都有份，以至于他先入选了国际篮球名人堂。我们当时都开玩笑说，那您跟其他人在一块儿，这不是降维打击吗？他就是我们的郑海霞指导。郑海霞，中国女篮的旗帜性人物，屡次帮助女篮实现突破性成绩，世锦赛亚军和奥运会银牌获得者。1983年女篮世锦赛上，年仅16岁的郑海霞初次代表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亮相，随队获得当时的国际大赛最好成绩第3名。郑海霞在这届赛事中崭露头角。1984年，郑海霞随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夺得铜牌。这是中国女篮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中国篮球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奖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篮首次获得银牌，刷新世界大赛最好成绩。1994年，中国女篮在世锦赛上获得亚军，追平刚刚创造的世界大赛最好成绩。郑海霞是第一位登陆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的中国球员。2021年4月，郑海霞入驻国际篮研篮球名人堂，成为继牟作云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以球员身份入驻国际篮球名人堂的中国人。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郑海霞。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中国篮协为郑海霞指导，呈递名人徽章。好，有请郑海霞指导，您请。各位前辈、同行们，大家好，我是郑海霞。大志刚才说，是我的篮球鞋送给他的一双，而我进武汉部队的第一双专业篮球鞋是穆铁柱指导赠予的。穿前辈的篮球鞋，正是我们这一代篮球运动员的传统。我从一个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篮球名人。刚进武汉部队时，正处于青春成长期，脚的尺码开始迅速增大，导致没有合脚的鞋，只能光脚训练。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因为我的见证人朱家志指导看到我80年在我们武汉部队巨魔跑道里冲刺的场面，所以我今天把他请到我的现场。我的启蒙教练汪小华找到单位的木工，用木板和旧篮球条做成了一个木头拖鞋，从此只要听到哒哒的声音，就知道小大个来了。我在武汉部队的雅称是小大个，那就是个子小，身高大，所以呢，在我们武汉部队的传承就是我小大个。这双木头拖鞋一直陪伴了我2年，直至1982年到柳州参加国家青年队集训，杨指导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是看着这双拖鞋和我们的队友嘻哈打闹，他觉得这个孩子的性格太好了，以后一定有出息。就这样，
杨二老把尚未成年的我招进了国家队，并把十一号球衣递到了我的手里。也许是天意，从此我的从体校到武汉部队到八一队再到国家队，我都是十一号球衣。十一号伴随着我整个运动生涯，十一分开来就是两个第一，双轨道的含义也就是代表着我两个身份，我首先是军人，才是运动员。永争第一，永不放弃，奋斗拼搏是我们军人的品质，也是运动员的精神。记得国家队的第一天训练，杨二老亲自带我加班加点，吃小灶的内容之一就是他用脚踢篮球，我要像足球运动员的东边扑西边倒的那样左右扑球，既练了我的判断力，也练了我的意志品质。我这么高的个子，每天扑倒在地上要接上百个困难球，良好的手感应该都是从那时培养的。学弟你还记得吧，当时我们的训练的氛围对不对？我同弟弟是同一个时期进入国家队的，弟弟就是我的闹钟，经常叫我起床加练。为什么？因为他也需要我，需要我给他捡球，需要我给他配合投篮。他精准的三分应该是由我陪他练习的一份功劳，有没有同学弟？一高一矮的经典配合也成就了中国篮球史内外结合最好的搭档，绝配对不对？在每天的训练之余，让我最开心的就是去小波姐的房间搜刮玩具，我可能是也应该是唯一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她房间的人。小波姐还记得这个娃娃吗？这个就是40年前在你房间搜刮的娃娃，他一直放在我的旅行箱里，陪伴我出行，参加了很多的世界大赛，乃至97、98年去打 WNBA。 虽然他可能给人的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但他具我有很大的意义。杨二老的悉心栽培，好搭档从姐姐的陪伴，大师姐的关爱，让我始终成长在一个团结温馨的团队里。1983年，我和我的队友们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获得了第三名。1984年，我们洛杉矶奥运会又获得了第三名。1992年，中国女篮又在巴塞罗那获得了第二。1994年，在世界锦标赛同样获得第二。我是一个唯一拥有两个世界第二和两个世界第三的女篮运动员，倍感荣幸。在我的一生中，要感谢的人很多，但绝对不能忘记把我从农村丫头领进篮球大门的商丘地区体校教练方炳银老师。是您让我认识了篮球是圆的，是五个人的团队项目，是您每顿饭省下白馒头给我补充营养，而您自己吃玉米面窝窝头，而您的理由是自己要减肥。从此我才知道吃白馒头可以吃饱肚子的感觉和滋味。感谢武汉部队王小华像母亲一样在我青春萌动期费尽心精力引导我，正视困难，正视伤病，克服自卑心理，让我认识到光脚训练的意义，这应该是我人生的重大起点。感谢陈道宏指导，1994年世界锦标赛8场球您让我打满了7个40分钟，真的够狠。当然我也没有让您和队友们失望，我用高达86%的命中率获得这届世锦赛的得分王，同时呢也被评为最有价值球员、最佳中锋，并入选最佳阵容。
还要感谢八一队朱指导、朱家志教练，我们30年的师徒关系，您在我的事业中给予了很大的助力，在我迷茫时指明道路。我经常开玩笑说，我除掉您，爱了您太太，就是爱了郑海翔。虽然我们俩没有传出绯闻，但是我想您欣赏的是我的气质，是我的霸气和我球场上的领导力。更感谢杨伯庸指导力排众议的重用我，相信我说，您说过在我身上看到的是未来，我没有让您失望。其实更应该感谢的是我亲爱的家人和大哥，是我的大哥给相关单位写信力荐他这位个子高体重大但一切都还未知的小妹儿。因为大哥的推荐和介绍，才让我出生在农村的女孩走进了篮球人的视野。先行者创造历史，后来者延续历史。我更期待未来年轻运动员可以超越历史，给中国篮球事业创造新的篇章。我就是没有流传世上的小大个郑海霞。感谢郑海霞指导，有请您携带名人徽章和演讲文稿。大家都是只顾努力，不管荣誉。有请郑导回到座位休息。一个娃娃引发的血案。海霞指导的发言有力而不乏温暖，让我们感觉世界很大，但它是个家庭。我们要在这里再次向所有关注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的各位重申，通过青少年呈递徽章的特别环节，让中国篮球的未来见证传奇，感受荣耀，让中国篮球的新生代在这里获取力量，不断奋进。另外，中国篮球名人堂每一位入堂人物的演讲文稿都将由其亲笔签名，我们将会把它作为历史的见证收藏在中国篮球博物馆中。好，我们的入堂仪式继续。接下来这一位非常不易，她也是女篮当中的一位教练。她接手中国女篮的时候，中国女篮成绩正面临低谷。那时候我们在东京解说中国女篮的比赛，我用了拼搏于无人问津之地，砥砺于挫折重生之中。中国女篮这些年轻的队员在没有经历大阵仗的情况下，在她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低谷。她就是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许立民指导。许立民，高级教练员，1995年进入北京首钢男篮，1997年退役，走上篮球教练岗位。2005年，许立民出任北京女篮主教练。2011至2012赛季，北京女篮在许立民的指导下发生蜕变，拿下常规赛第二名的战绩，并在总决赛横扫对手，夺取了队史上的首个 WCBA 总冠军。执教北京女篮的12个赛季里，许立民5次率队打进总决赛，3次获得总冠军，并7次获得联赛最佳教练员奖项，是 WCBA 最成功的主教练之一。许立民在2017年率队夺冠后，卸任北京女篮主教练一职，出任中国女篮主教练。2017年，许立民率领中国队在女篮亚洲杯获得第3名。2018年，许立民率队获得亚运会女篮金牌，这是中国女篮时隔8年再次获得亚洲冠军。9月，中国女篮参加世界杯，获得第6名。这支年轻队伍是到世界杯来闯世界来了。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顾忌。许立民在任期间展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顺利完成了队员的新老交替，为中国女篮事业做出了贡献。有请
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许立民指导。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向许立民指导呈上名人徽章。有请许指导。大家好，我是许立民。我觉得名人堂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特权，那就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入场音乐。那么大家猜猜这个音乐是什么音乐呢？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呀红红的。今天听到这个音乐，又回想起来了几年之前，是吧？尤其今天很高兴看到了这个音乐的起源，是吧？这段故事啊，本来这个稿子里面没有啊，在撰写的时候没有，但今天看到了含蓄来到了这里面。我想这个音乐起源也是起源于他，我们俩的一次激将法吧，就在亚运会之前，是吧？在一次亚运村搞活动的时候，他说：“徐少，你敢不敢上？”我说：“敢上。”你要敢，队员们说这个，这韩旭说你要敢上，我就敢上。在那次激将上，激将以后，使我们今天跟韩旭讲，跟大家讲，因为这次音乐，因为这次表演，使我们中国女篮有了一个重新的开始。他迈向了一个坚实的脚步。这是发生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是中国重建以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自2017年亚洲杯的失利，中国女篮急需提升士气，建立信心。这次我们来到亚运会是闯世界的，必须突破自我。我心想，这是走向舞台，不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吗？我自己做到了，带着这帮丫头，这支队伍也做到了，最终实现了摘夺亚运会金牌。篮球的胜负不止于技战术，更在于一种精神的力量。而我一直致力于锻造中国女篮精神。2017年，我执教国家队的第一步就是带领姑娘们重走长征路。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草地，大家边吸氧边走路，晚上我们就在潮湿的沼泽地上扎下帐篷，寒冷笼罩着所有的人。我们有棉袄，我们有帐篷，有氧气袋，但是当年的红军呢？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战胜一切的勇气和信仰。重整长征路以后，姑娘们在赛场上执行力变强，遇到了困难毫不退缩。我为他们的这些改变感到欣慰。2020年元宵佳节，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女篮，只要获胜，我们就可以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大家可能现在还记得这一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什么，所以这一天节日的气氛更增加了国人对我们的期待。于是
我和我的队员们用一场更衣室的硬核打气征服了篮球场。当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时，那叫勇敢；当一个团队挺身而出时，那叫担当；当一个国家身处逆境呼唤一种精神时，那就是使命，就是信念，就是一往无前。今天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能量传递。我们要打出中国女篮的精气神，敢打硬仗，遇强则更强。球场如战场，上场就得拼和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拼是什么？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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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是什么？篮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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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谁？中国女篮。谁？中国女篮。这一段精彩的瞬间过去了，但是我们作为我来讲，内心包括我们中国女篮不能忘记一个人，就是刚才讲话的黄晶老师，他在前一段时间离我们而去。那么如果他现在在的话，看到我有这样的荣耀时刻，我觉得这一份荣耀应该也有他的一份。2021年四月下旬，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两个月。我左脚跟腱断裂，有残疾的风险，但我选择了延期手术。这样关键的时刻，我要和姑娘们在一起，因为我相信，只有我站在那儿，这支队伍才会把一个最好的状态展现给世界。五年的艰苦训练，锻造了中国女篮的精气神，支撑她们最终走向巅峰。这就是超越技战术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我作为教练的意义所在。每个人进入篮球场的方式不同，我是被劝回来的。感谢我的启蒙教练陈云指导，把我从一个化工厂劝回了篮球场，否则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感谢我的恩师，已故的北京部队男篮教练王立发指导。王指导很严格的，是一个很严格的教练，不仅在训练场上严格要求，也教我们如何做人。长大后我就成为了您，不像我的恩师，正像我的恩师王指导一样，他们以严厉而著称，却为队员们感到骄傲。你们不只培养出优秀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更培养出了优秀的中国篮球教练员。这是一种传承，这也是一种责任。感谢南京部队，感谢北京部队，你们让我意识到了精神力量对篮球运动的价值。感谢北京首钢，让我有机会在实践中积累宝贵的执教经验。感谢中国女篮这支团队，是你们在世界赛场上优异的成绩，让我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荣耀。感谢我的夫人何军，你的篮球天赋高于我，为了让我能够专心地扑在教练岗位上，你放弃了自己的篮球事业。我做国家队教练五年以来，
在家里的时间屈指可数。东京奥运会前夕我受伤，你却整整陪了我三个月。所以今天这是你和我的荣耀时刻。但是说实话，今天得到这个荣誉确实受之有愧。我怎么能够和蒋二老比啊？蒋二老今年82岁的高龄啊，能够来到这样的现场，我感到无比的敬佩。您是我的偶像，我是您的粉丝。我也像您，我也争取像您一样，在今后中国篮球的持续发展上付出我的一份努力。我还希望那个时候也能再唱一首《小苹果》。感谢中国篮协，感谢为中国篮球付出的所有人，谢谢大家。我是许立明。好，感谢许指导，有请您携带名人徽章以及演讲文稿回嘉宾席就坐，谢谢您。许指导的一番演讲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特殊的时代，确实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们期待未来中国篮球能在他的祝愿下越来越好。那说到冬天，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1987年的冬天，我所在的单位，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入那个单位，和篮球杂志社举办了一场远投大赛，原因不详，笔法不详，但最终的冠军以30中21获得了这项殊荣。我的前辈去采访他，他非常的不满意，懊恼之情溢于言表。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一天试场的时候，他连续试出了30中22和30中23。这位凡尔赛的拥有者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名人堂入堂人物丛学弟。丛学弟，著名女子篮球运动员，中国女篮实现历史性成绩突破的核心球员之一。1984年奥运会铜牌和1992年奥运会银牌获得者，上海女篮代表人物之一。1983年，身高1.66米的丛学弟进入国家队，他身手敏捷灵活，控球能力强，投篮能力出色，成为后卫线上的一把尖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丛学弟帮助中国队获得铜牌。1992年，丛学弟帮助中国女篮获得亚锦赛冠军。同年5月至6月，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预选赛，中国女篮以6胜1负的战绩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好球，还是丛学弟的三分球，外线开花。1993年，丛学弟参加了东亚运动会并夺冠，不久后退役。20年的篮球场，在这20年运动生涯中吧，尝尽了就是甜酸苦辣。这一段经历吧，也必将就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回忆。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丛学弟。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中国篮协为丛学弟指导呈递名人徽章。有请丛指导。还沉浸在刚才每一位人物故事的当中，忘了自己该说什么。
大家下午好，我叫丛学弟。谁说小个子不能打好篮球？海霞，你最清楚了吧？大个子能发挥篮下的优势，但是小个子同样也可以发挥快速灵活投篮的优势，互相配合，互相牵制对手。就像海霞刚才你说的那样，我需要你，但是你也需要我。今天不还是我叫你起床的吗？其实我刚学打篮球的时候，对篮球并不是太了解，就知道拿着球把球投进篮筐很过瘾，并没意识到篮球是个需要高个子的。在一次选择是进上海羽毛球队还是留在区体校继续练篮球时，我坚定地选择了篮球。这是我人生篮球生涯中第一次选择，直到在市体校，我身边身高条件比我好的人陆续都进入了青年队，我才意识到篮球更需要的是高个子。但是我也坚信，只要小个子能练就出过硬的技术特点，他也一定能在篮球场上发挥他的作用。最后我也如愿进入了上海青年队和成年队。上海队的打法给了我小个子施展能力的机会。在1985年第五届全运会上，我获得了最佳投手的称号，并且吸引了一位教练的目光，他就是杨伯庸指导。刚进国家队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害怕自己跟不上他们的节奏。面对这些有经验、技术过硬的师姐们，一个担心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和队伍的要求，师姐们对我很关照，也可能因为是他们第一次遇到我这么矮小的个子。在那个训练当中，小波姐随和耐心地手把手教我，告诉我队伍的打法，让我放开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特点，我一直心存感激。大修姐在生活当中对我也特别关照，每次洗完的衣服，我屋的晾衣绳太高了，晾衣服每次都要跳，大修姐每次都是她帮我挂上。所以我借此机会也感谢我的师姐们。他们的热心也很快消除了我紧张和顾虑。但是在训练中，面对比我高出很高的队友，确实我还是有点胆怯。你们看看，这样的身高差，我在对抗中哪敢跟他们去抢球？为此，杨伯庸指导专门为我开了小灶加练，倒地抢地滚球。我硬着头皮去接用脚踢过来的一个一个篮球。正因为这样，他让我变得更坚强，让我在世界赛场上无所畏惧。1984年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和我的师姐们拿下了中国女篮奥运会上第一块铜牌。我知道这条路我没有选错，小个子是有大能量的。汉城奥运会后，我选择了退役回归家庭，我以为我的篮球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1991年，杨伯庸指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回到国家队，带领年轻的队员去完成91年奥运会的任务。我毅然选择了复出，这是我篮球生涯中的第二次选择。随后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我和队友们不畏强手，一举夺得了银牌。想不到吧，战奥运一银一金一铜一银，谁说小个子不能打好篮球？我曾经在许多分岔路口选择了篮球，无论面对多少次选择，坚定的还是选择了篮球。我始终认为坚持才是追梦路上最高的起点。首先我要感谢我篮球启蒙苏生福老师，正是在我8岁那年，你随手丢给我一个篮球，让我在拍打中感觉到了篮球的魅力。我要感谢我体校刘敬诚、李耀祖两位师傅，你们教会了我传接球的技术，让我在黑暗中熟练地去运球，掌握运球能力，给我从小打好了扎实的基本功。我还要感谢已故的上海女篮教练杨伯言，是你无数次的让我在比正常小一圈的篮筐中投篮，挖掘了我投篮的能力，让我在常人如林的篮球世界里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更要感谢杨伯庸教练，你独特的眼光和力排众议的魄力，把我这个小个子选入了国家队，让我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机会。坚持让我顶着最小的个子打球，离着最远的距离进球。感谢中国名人堂给我在坚持篮球道路上又一份荣誉，谢谢大家。感谢从学弟指导，有请您携带名人徽章和演讲文稿回到嘉宾席休息。中国女篮一代又一代辉煌的成就，离不开每一代人辛勤的耕耘和坚持。请允许我在这样的间隙，再和大家分享几位我们女篮界的老前辈、老教练。首先要说的一定是杨福禄指导，因为杨福禄指导他的同辈评价太聪明了。他经历的三大经典战役，首先是1956年夏天前南斯拉夫女篮来华访问，人高马大怎么办？杨福禄指导一点都不慌张，他是以快制高，充分发挥了中国女篮的特点，当时是以弱胜强。到了1959年打全运会对阵河北女篮，河北女篮这一回是双高，大家都以为杨福禄指导要以快制高了，没想到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高制高，也排上了双中锋，最终拿下了那场比赛的胜利。他的思想非常灵活，以至于他当时的同行，北京队的同行程世春先生也想办法要利用他。当时首届全国篮球甲级联赛包含男篮女篮在重庆进行，
北京男篮缺兵少将，但仍然要参加比赛。没办法，程世春先生是以教练兼球员身份出征这次比赛。每到他上场比赛的时候，北京男篮的客串教练就是当时北京女篮的主教练杨富禄指导，男女篮双跨，最终北京男女篮捧得了首届全国篮球甲级联赛的双冠。这就是杨富禄先生经典的三次战役。那要说到女篮，刚才几位前辈都提到了杨伯庸指导，咱们也不能光说他挨陈文彬指导批评的事，得说说杨指导的光荣事迹。当时匈牙利男篮非常强大，来华比赛，中国男篮勇挫强敌，在欢送晚宴上，匈牙利男篮的队长偷偷问杨指导说，你告诉我，你们打赢这比赛得拿多少奖金啊？杨指导不假思索地跟他说，我们一分钱没有。匈牙利男篮队长连连说，说这个队长不诚实啊，一直在跟我说瞎话，怎么可能不拿钱？不拿钱你们怎么能打得这么好？他可能忽略了，这正是中国篮球的精神品质，它是什么物质刺激都换不来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封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结束，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回国之后，所有奥运奖牌的获得者联名向全国人民写了一封题为《祖国在我们心中，力量在我们身上》的致谢信。杨伯庸指导和他率领的中国女篮在信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的《中国体育报》在1984年8月17日的头版刊发了这封信。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出1984年奥运会中国女篮的队长，同时也是首届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宋晓波指导再度登场，为我们重温朗读那封珍贵的信。第二次登台啊，掌声热烈点吧。今天特别高兴啊，那个特别那个，我那个找到了我失散多年的幸运娃娃啊。我本来想收回，但是海家不给我。我觉得继续让幸运跟着你吧，未来的生活。祖国在我们心中，力量在我们身上，致全国人民的信。亲爱的祖国人民，当我们从美国洛杉矶抵达祖国时，我们心潮澎湃，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笔墨描述。我们只有一句话，伟大的祖国，亲爱的人民，是你们给了我们力量。在第23届奥运会的日日夜夜里，我们时时刻刻铭记着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我们肩负的是民族的重任，历史的重任，为了祖国过去那零的沉痛的耻辱重压，为了祖国现在那满怀细心向着四化进军的步伐，为了祖国的未来那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大业，我们拼搏，我们奋进，我们要尽一个祖国儿女的义务。值得告慰的是，我们不仅洗刷了52年来中国在奥运会上零的耻辱，并以崭新的风貌为中国在奥运会上树立一个伟大的形象。我们传播并增进了友谊，我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誉，我们不仅得到了几十块比赛的奖牌，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赞扬，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争了光。零的突破又是零的开始，突破的零是我们向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冲击的新起点，突破永无止境，旧的突破意味着新的开始。何况我们面前仍有许多尚未突破的零等待着我们去突破。比起
已经取得的成绩来，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一些项目我们目前无望问津，而对一些优势项目的保持还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将不忘祖国父老兄妹的殷切希望，从零开始迈出新的步伐，我们一定能实现新的突破，因为祖国在我们心中，力量在我们身上。1984年8月16日，谢谢。再次感谢宋小波指导，感谢您让我们和您分享了那封珍贵的信。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它来自遥远的1932年。1932年的这张照片，走在队伍最前列的，可能很多人会念出他的名字，他叫刘长春。在当时的报章上，很多形容词都是单刀赴会，或者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但实际上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在刘长春的身后并排而行的四位当中，就有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特别致敬人物的一位，宋均富先生。宋均富先生文韬武略样样都行，而且在那个时候他是裁判界教练界的表率。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他会以不同的身份在未来参加不同次数的奥运会。那么宋均富先生在自己平日著书立说，我们也找到了一本他的著作，这本著作就叫《女子篮球训练法》，我们可以从当中摘录一些章节跟大家分享。第15章，球员之运动人格。良好之运动人格乃各种球系之基础，球规之精神及球规之文字，当同样遵守。球系之完善端赖全队之合作，若身体受伤或觉不适，勿玩球，以免妨碍全队。当牺牲光阴以谋健康，当玩球公正，犯规之玩球极为不忠，不可个人玩球，当让每一球员有其机会，常需尊重裁判员之裁判。重温此书提醒我辈，奋勇向前之际，也不要忘记来时的路。刚才和大家介绍过，宋先生有多重身份，既有教练身份，也有裁判身份。那说到他老人家的裁判身份，我们不能不提我们中国篮球裁判界的骄傲，奥运第一哨舒鸿先生。舒鸿先生也是我们新中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的篮球裁判之一。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展现的是舒鸿先生曾经的一件历史遗迹，我们看一看。没错，正是这个药箱。舒鸿先生当时带着他一起参加了1936年的奥运会，托运的不干胶大家还能看得到痕迹，对吧？而在1936年奥运会上发生了什么？1936年的奥运会正是篮球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就在篮球决赛每家对阵之前，组委会犯了难，究竟谁能当主裁判呢？如果你选美国裁判，美国队进了决赛显然有失公允，而其他的裁判水平又低，这个时候正是篮球项目的创始人奈史密斯博士亲临现场，他说中国的舒鸿是我的学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篮球裁判。最终篮球决赛在舒鸿先生的执法下顺利进行，那是1936年8月14号。那天球场是在室外，天降瓢泼大雨，场地泥泞，但没有影响舒鸿先生的任何判罚。那场比赛最终美国队获得胜利，但获得国际朋友一致赞誉的正是主裁判来自中国的舒鸿。当年报章也有16字的中肯评语，
说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那借此机会，也让我们通过中国篮球名人堂向默默付出的裁判员群体致敬。同时，也让我们共同铭记新中国第一批国家级裁判员的名字，请各位看大屏幕。好，我们的入堂仪式继续。接下来准备进入中国篮球名人堂的这位传奇前锋，我们数了一下，这位啊，三高啊，不是身体不健康啊。首先呢，得分高；第二，弹跳高；第三，眼镜度数高。他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告诉我们，三分投篮全靠肌肉记忆，瞄不瞄，看不看得清，其实无所谓。他就是胡卫东。胡卫东作为中国男篮的核心球员，为中国男篮获得1994年世锦赛第八名和1996年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最佳成绩做出突出贡献。在1994年世锦赛上，他场均得到全队最高的15.1分；在1996年奥运会上，他场均得到12.3分，仍是全队第一得分手。我们中国球员也是有这个能力的，也是有这个水平的，所以说是要肯定是给世界证明的，我们中国球员还是可以的。胡卫东也帮助中国男篮常年称霸亚洲。他参加过的5届亚锦赛，4次斩获冠军，还获得了1999年亚锦赛最有价值球员。胡卫东还参加过3届亚运会，并在1994年和1998年获得冠军。国内赛场，胡卫东同样成就斐然。作为江苏篮球代表人物之一，他获得了2次常规赛 MVP， 3次获得得分王，并率领江苏队打出队史巅峰表现，是 CBA 联赛最杰出的球星之一。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胡卫东。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向胡卫东指导呈递名人徽章。有请胡指导。大家好，我是胡卫东，这个眼镜拿下来有点看不清楚，算了吧，我还是戴戴眼镜吧。啊，这个毕竟今天不是在球场上练习三分球，我需要看清这个发言稿。很幸运，今天我是第八位出场，因为这个八就是我的篮球数字。这件8号球衣是我江苏队的队服。17岁，我从前辈伊德华手中接过。37岁，我又把它传给了伊德华的儿子伊利。20年，我在联赛的赛场上没有换过江苏二字。我也践行着传承一词。这是我的第2件8号球衣。
穿上这件球衣时，我22岁。他也让我结识了两位优秀的主教练，一位是蒋兴权指导。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蒋指导每天督促我们跑3200米，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篮球运动员的恐怖记忆。谈到3200米，就会想起每天6点钟准点响起的敲门声。正是蒋指导风雨无阻的叫醒服务，让我穿着第二件8号球衣和队友们一起在1994年进入世锦赛8强，让世界认识了中国男篮。蒋指导除了每天督促我们跑步，还每天逼迫我们练字。我在国家队期间写下的所有训练日记，我至今还保留着它，因为在上面有蒋指导每周亲笔写给我的评价评语。后来我成为了主教练，这些笔记成为了我的执教宝典，感谢蒋指导。第二位是龚永明指导，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会给我单独的加练投篮，每天几百个球，而且还想尽办法让我实现自我突破。记得在柳州冬训，我负重全蹲130公斤，龚指导就为了让我有所突破，就和我打赌，如果冬训结束时我负重全蹲可以达到160公斤，就奖励我1000块钱。所以我每天在刻苦训练，终于在冬训的结束时，我居然达到了180公斤负重全蹲，当然也顺利拿到了龚指导的奖励1000块钱。正因为龚指导对我的加练和自我突破的引导，才让我在赛场上有超常的发挥。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1996年亚特兰兰大奥运会前夕和美国梦三队的热身赛，我在皮蓬的防守下完成了扣篮。那一年的奥运会，我们也进入了8强，完成了又一次突破。同时，我受到 NBA 的球队的关注。虽然我因伤没有成型，但这件球衣推迟了7年，依然送到了我的手上。我能走进篮球场，是因为当年懵懂时的一句话。9岁那年，我向启蒙教练周兆华说：“教练，我想打篮球。”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大志？没错，我比《灌篮高手》里的三井寿早说了26年。感谢周兆华教练教会我第一个运球动作，让我日后可以成为球迷心目中的天外飞仙。我的妻子余辉从医学院毕业，感谢你把毕生所学都用在了对我的特护上，当然效果很好。进入名人堂是我职业生涯上的至高荣誉。姚明曾问我，一名运动员顺风顺水进入国家队需要多少年。我从9岁开始打篮球，用了12年的时间进入国家队。感谢名人堂让我们在难得的相聚中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大家看王治郅从追风少年变成了跟风老男孩，没有人能永远年轻，
却有人永远热爱篮球。谢谢大家，我是胡卫东。好，感谢胡卫东指导，有请您把名人徽章和演讲文稿携带回到嘉宾席休息。竟然从胡卫东指导口里都能听到灌篮高手，我深感与时俱进的力量。非常感谢胡卫东指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九位入堂人物仅剩一位，他还没有登场，这里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细节和传说被大家听到看到了。3200米，训练日记，世锦赛八强，黄金一代，没错，睿智、努力、刻苦而且有担当的蒋兴权指导。蒋兴权，中国男篮功勋教练，辽宁男篮功勋教练，他也曾获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中国篮球特殊贡献奖。在1990年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后，蒋兴权大胆管理队伍，要求严格，带领国家队获得1991年、1993年、1995年亚锦赛冠军、1994年亚运会冠军。最难忘的是1994年男篮世锦赛，他带领中国男篮首次在世界大赛上进入第八名，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一届国家队也由此获得94黄金一代的美称。而到了1999年，59岁的蒋兴权临危受命，再次出任中国男篮主教练，征战亚锦赛，以7胜0负的战绩夺冠，为中国男篮赢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参赛资格。此后他执教国家队参加悉尼奥运会，获得第10名。2003年，蒋兴权第5次率队征战亚锦赛，以8胜0负的成绩夺冠，为中国男篮赢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几十年的执教生涯中，蒋兴权培养大批优秀的球员和教练员，为中国篮球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蒋兴权指导。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中国篮协为蒋兴权指导呈递名人徽章。好，有请蒋指导。大家好，我是蒋兴权。首先啊，我要澄清一件事儿。方才胡卫东也讲了，当年80年代啊，这个有一种这个3200米跑，每天早晨都要坚持。这个可不是我发明的，是篮球处规定的。但是这个我坚决执行，我坚决拥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运动员和这个欧美运动员比，这个技术水平有差距，国际比赛经验差，如果体能再跟不上的话，我们靠什么赢球啊？所以说，这个苦练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个不苦练啊，这个刘一栋能成为大家口中的战神吗？刘一栋这个训练、加练、再加练，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其实刘一栋在训练当中总是能战胜苦累和伤病的困扰，保证系统训练。当时队员给他叫刘一躺，就是吃完午饭就躺在床上。这个不是他偷懒，
是他这个积极休息，准备下午训练。不苦练，胡卫东那个三分篮为什么能投那么准呢？当年啊，我给胡卫东起个外号，叫胡山炮。这个在赛场上啊，这胡卫东这个三分篮啊，他总是连着进，有的时候啊，经常连续进三四个。啊，这个大致就说这个胡卫东，这个他投篮三分准啊，是主要篮筐比别人都大。啊，这是调侃的话，是吧？一个高度近视的篮球运动员，有一手好的三分篮绝技，全是靠苦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刚才他讲，不苦练，1994年锦标赛，我们能战胜巴西队吗？能逆转欧洲劲旅西班牙队，挺进四强八强吗？中国男篮首次进入世锦赛八强，就是靠的苦练。1999年，我回到国家队，先把脸都胖了一圈的王治郅给练瘦了，确实练得很啊！当时队员已然苦练，3个多月的时间，拿到了冠军和奥运会入场券。2000年，悉尼奥运会，姚明、王治郅、巴特首次联手出现在国际赛场，让世界篮坛感受到中国移动长城的压迫力，奠定了中国男篮未来10年的舰队架构。所以，不苦练，我们能在国际篮坛上发出中国声音吗？篮球运动员的确需要天赋，但没有艰苦的训练，天赋不能兑现为成绩。今年我83岁，刚才徐指导说82岁，又年轻一岁。做了50多年的教练，我记得每一名弟子成长的轨迹。胡卫东和刘一栋，我从国青队就开始带你们，你们还记得吧？那时候你们俩年轻气盛。有一次训练，由于碰撞开始动武，我就让你们俩到场地边一边站一个，啊，反省。当时北京部队那个小战士给送来，那当时叫北冰洋汽水，是吧？给送了汽水。这胡卫东啊，他挺聪明，见着汽水来以后，马上向我认错。这个刘一栋呢，憨憨的在这站着，后来一看他这个认错以后有汽水喝，他马上也过来认错。当年的这两个小朋友啊，今天一起走到名人堂，我特别的这个高兴，真感到欣慰。对我来说，任何荣誉都比不上弟子们为篮球事业发展努力奋斗的模样。刘铁是我在国青队带过的队员，我特别喜欢他刻苦训练、待人朴实的特点。你用了新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推广篮球运动，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我已然为你高兴。最后我再说一句，能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比立功更重要。谢谢大家。感谢蒋兴权指导，有请您携带名人徽章和演讲文稿回到嘉宾席休息。树大根深，方能枝繁叶茂。刚才蒋指导的发言让我们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蒋指导，
要是今天认错还有汽水喝，我想想我也想跟您认个错。开个玩笑。至此，我们今天的九位入堂人物和十五位特别致敬人物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的入堂仪式。再次祝贺各位，感谢各位让中国篮球名人堂有了立柱和基石。稍后入堂仪式继续。王世鹏出手，球进了，球进了！王世鹏击败了斯洛文尼亚，中国队出现了。主题2+1，双方差5分。当时球馆6000人对中国男篮的支持，唱那个歌唱组，这让所有人都内心振奋。葛家队还有一个实战上救了中国队。男篮第16次获得男篮亚锦赛冠军，直接获得通向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资格。王思雨制造了惠特科姆的犯规，命中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祝贺中国女篮，她们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欢迎各位回来，传奇自传承。在刚刚的仪式告一段落之后，我们现在能够逐渐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座篮球名人堂。我们刚才听到各位前辈在这里铭记历史、书写传奇的过程。这里现在既是陈列中国篮球运动历史丰碑和荣誉史册的殿堂，更是传承的殿堂。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回顾刚才几位前辈的演讲，他们都在向自己的前辈致敬，他们都在致敬光辉的岁月，而各位何尝不是年轻人去效仿的榜样和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里小学宜阳合唱团的孩子们为各位献上一首歌，用这首歌向中国篮球的前辈们致敬。这首歌的题目叫《如愿》，中国篮球如前辈所愿，请欣赏。也是我心之所归。
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攀山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护过我的肩，我愿活成好，感谢合唱团可爱的孩子们，各位，我们的入堂仪式继续。接下来，请允许我暂时先给各位介绍一个特殊的群体。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篮协向50名中国篮球人颁发了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后来，大家把这个群体称为50杰。50杰作为一个整体，它超越了中国篮球这个大环境里任何一个个体，已经作为中国篮球的荣誉符号被铭记和传扬。为了体现承上启下的客观态度和使命感，体现中国篮球荣誉体系的继承和完整，中国篮协将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获奖人，也就是50杰，举荐为首届中国篮球名人堂优秀集体，祝贺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的所有获奖人。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次领略中国篮球50杰的风采，请看。在中国篮球超越10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诸多传奇前辈为中国篮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年之际，中国篮协评选出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包含中国男篮、女篮球员、教练员共50人，其中有37名男性和13名女性。该评选旨在致敬曾经在新中国篮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如今24年过去了，已经有17位前辈故去。下面就让我们向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贡献奖的获得者致敬。唐宝坤，牟作云，张子佩，张长禄，
邦基、杨福禄、李汉廷、夏坤、李芳英、程世春、陈文斌、刘桂乙、马清盛、白金深、华秉权、周逸贤、钱成海、王立发、张锡山、杨杰、杨伯庸、陈长凤、李少芬、吕长新、胡立德、李世华、蒋兴权、田文慧、吴新水、黄平杰、穆铁柱、张卫平、郭永林、张立军、匡鲁斌、龚鲁明、修丽娟、宋小波、孙凤武、王飞、邱晨、丛学弟、柳青、郑海霞、王芳、李欣、龚小斌、胡卫东、王志志、今天五十节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有请他们登场。中国男篮国家队原队员、两届亚锦赛冠军吴新水指导。中国男篮国家队原队长、三届亚锦赛冠军、一届亚运会冠军黄平杰指导。中国男篮国家队原队员、三届亚锦赛冠军郭永林指导。中国女篮国家队原队员、1976年亚锦赛冠军张丽君指导。中国男篮国家队原队员、
三届亚锦赛冠军，一届亚运会冠军邝汝斌指导。中国男篮国家队原队员，中国男篮国家队前主教练，作为运动员两次获得亚锦赛冠军，两次亚运会冠军，作为主教练一次亚锦赛冠军，一次亚运会冠军，王飞指导。中国女篮国家队原队员，曾获1992年奥运会亚军、1994年世锦赛亚军、三次亚锦赛冠军获得者王芳指导。中国女篮国家队原队员，曾获1992年奥运会亚军、1994年世锦赛亚军、四次获得亚锦赛冠军，欢迎李欣指导。另外，原国青男篮主教练、福建男篮功勋教练员华秉权的儿子华大庆先生也来到了现场，有请。我们再次向50届代表表示祝贺。下面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书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郭振明先生为50届颁发优秀集体入堂证书。好，再次感谢郭书记，有请郭书记暂时在台侧留步。接下来我们有请天津市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克敏女士、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徐继成先生共同为50届代表送上鲜花，以表祝贺，有请。有请李局长和大徐老师先在台侧休息。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为这支特殊的荣誉集体专门定制了优秀集体杯，下面有请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为他们颁发优秀集体杯。有请吴新水指导、黄平杰指导代表50届共同领取优秀集体杯。好，有请姚明主席留步，请四位领导一起登台，和50届的各位前辈合影留念。这是属于中国篮球的荣耀时刻。好，有请各位领导先暂时落座，50届代表稍事留步。接下来我们要首先有请吴新水指导代表50届发表入堂感言。那黄平杰指导就要辛苦一下了。非常高兴能够作为新中国篮球运动员50届的一员来接受这份殊荣，我一辈子投身中国篮球运动，深感深受，受到中国篮球事业的发展是由一代又一代的50届不懈努力推动前行，中国篮球的精神是由一代又一代的50届的传递传承，感谢中国篮球名人堂为中国篮球
百余年历史的五十节门建造了这样一座荣誉殿堂，铭刻他们的故事，传递他们的精神，衷心的希望并且相信我们中国篮球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更多五十节，让中国篮球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谢谢大家。好，感谢吴指导，接下来有请张立军指导代表五十节发表入堂感言，有请。大家好，作为优秀集体的一员，走进中国篮球名人堂这个荣誉殿堂，我感到非常自豪。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队员间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球队取胜的关键。中国篮球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正是中国篮球大家庭一代又一代优秀集体并肩奋斗的结果。因此，这份名人堂的殊荣属于每一个为推动中国篮球前行无怨奉献的优秀集体。让我们为中国篮球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好，再次感谢张立军指导，也再次祝贺五十节进入到名人堂。此时此刻，我们的仪式渐近尾声，感谢所有的中国篮球人为中国的篮球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感谢中国篮球名人堂让我们相聚在这里。再次祝贺今天所有的名人堂成员，荣耀属于各位，历史会铭记这一天。让我们期待下一届中国篮球名人堂，再会。好，有请今天的所有入堂成员以及各位领导登台大合影，有请。好，有请各位入堂成员，包括特别致敬人物的各位家属登台大合影，有请各位领导。再次感谢大家，请大家稍等张晓霞女士片刻。也请各位媒体的兄弟姐妹们稍安勿躁，我们留下真正的全家福。好，来注意，我们的合影环节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篮球在各位先贤前辈的注视下再上征程。
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礼成。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我想说一句话，非常感谢大家光临天津，光临这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我们因为马上要建成这个博物馆，特别希望有珍贵的藏品，珍贵的这个纪念品，能够书写这个历史。如果大家愿意捐赠、借赠、借用，跟我们博物馆的同志们联系，然后把你们的珍贵的纪念品留在这座博物馆里边，赠也行，借也可以，好吧？谢谢大家。